哦，这里本来是放那些 spaghetti 的 sauce，OK，已经空了，也是已经空了。看这个是 spaghetti 的面，有面没有 sauce，安怎加？安怎加？冰膜里面，然后因为昨天这个确诊人数就突然就增加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已经没有卖 toilet paper 了，我也不知道要怎样爬上去拿。到了 excuse me， 会不会打乱我的安排？多啊打 ，thank you thank you。Right?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然后今天其实是星期一，然后现在是还不到下午六点。可是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已经聚集在这里买一些日常用品，所以然后我们在网络上其实也是有看到昨天首相就会宣布会封城，可是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准确还是不准确，不过呢就会有人已经开始出来买一些食物以防万一。至于这一个煮菜的油呢，也是就比较少了。能买一点就买哦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干粮的地方，搞不好。那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冷冻库，这里卖鸡肉的地方也是。没有货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人也是戴上口罩。的柜子也是已经是空了，因为就很多人就其实没有买这个，就买了这个面包，所以这个面包啊干粮其实也是已经空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卖方便面的地方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卖方便面的地方已经空了。这里本来是放那些 spaghetti 的 sauce， OK， 已经空了，也是已经空了。看这个是 spaghetti 的面，有面没有 sauce， 安怎加？安怎加？
Cashier 那边，然后再走进来。哎，在这里啦，喂 ，Hello Hello。很冷啊，冷死掉了。哇，你竟然还能买得到方便面呢？哪一个？这个礼拜。好。是。卖猪肉的这个位置空空，全部空空，为什么那么可怕？这里也是空空哎，好像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情景，就是全部都是空空的。米也是被人家扫光了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了，我们来买一些鸡蛋。天啊，鸡蛋也是没有。鸡蛋也是卖完了，只剩下这一些。有鸡蛋吗？鸡蛋呢？人家放在这里了。水蛋呢？哎，可是是。哦，它是干崩鸡蛋来的，它是那一种，刚才你看到了。可是干崩鸡蛋也可以，勉强也可以煮一点东西吃啦。如果真的是，应该是没有人要，可以拿。我们拍了多久啊？15分钟，可是还是还没有到我们。看一下我们拍了多久。队伍很长哦。Whoa!